睡会儿吧。我不困，你睡吧，我把这炉子处理一下。睡吧啊。吵着你了吧？没有。那你起来干嘛？我一会儿还上班呢。你都这样了，你就请病假吧。请什么病假？你在干嘛呢？你不是说喝酒醉毁嗓子了吗？没事，我就是想喝。你想喝，你想喝，你就什么都不在乎了。你说我能在乎什么呀？我连你都没能力保护，你说我还能在乎什么？混蛋，你来！你干什么呀，戴言？你拿来！你放开，戴言！放开！你别动！啊！放开！葛俊，我从来都没有要求过你什么，但是我不希望看见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啊？行，如果是我连累了你，拖你后腿了，我现在就走。大爷，大爷，你别走，我错了，大爷，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。我想要的生活，不是，不是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们要改变，再也不能这样了。会改变的，不会这样的。拿来一件。哎，晚上想吃什么呀？我去给你买啊。随便。
你有条信息啊？帮我看一下吧。啊。谁发的？我走了啊。嗯，别忘东西。都装那摄影包里了。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拜拜。拜拜。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你不用等了，李然不会来的。月宗老师的人是我。事实上，李然还不知道你在北京呢。你真不简单呐，杜守斌。是不是以为我就找不到李然了？我告诉你，杜小平，李然不是你的私有物品，你为什么那么霸道？再见，宗老师。我要知道你为什么找李然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可我现在跟李然是合法的夫妻。就算你今天不告诉我，我终究还是会知道的，不是吗？周校长去世了。是。周蒙同时失去了对他最重要的两个人。你也难受了？周校长是个好人。我到现在也忘不了周蒙的样子，更忘不了周校长对我说的话。他让我好好照顾周蒙，可是现在周蒙不见了，真的，我找过他，但是我没找到。杜守斌，我告诉你，这次我来找李然就是为了这一切，所有的一切我已经不能再承受，我承受不了了。我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所以我来找李然，我只能来找李然。
对不起。宗老师，宗老师，宗老师，宗宇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宗老师，我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去找李然。咱先不说这个啊。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李然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也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李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和牺牲。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找他，就把他的一切全都毁了。你跟李然是最好的朋友，对吗？你救不了周萌，你也不能把李然给毁了呀。我是真的爱李然，为什么就没有人能看得见呢？答应你，谢谢你，你是个好人。我不是，发生那么多让人伤心的事儿，我们都无法阻止。我到北京出差，我马上就回去了。你忙你的吧。好。来北京办点事儿，出趟差。坐。到北京就想给你打个电话，没想到你还用从前的那个号。外面冷，喝点茶。萌萌是不是出事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来北京出趟差。马上就要回去了。我问你，萌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咱俩是最好的朋友，你卖我干什么呀？我要不把你当成好朋友，我就不来北京了。你不是要弄明白吗？我现在就让你明白。
其实也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，他就是不想回江城。换了我也这样。我现在一闭上眼睛，就觉得周校长在怪我。我一定要找到毛毛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如果有他的消息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好，但是现在杜小斌，他好吗？你跟杜小斌见过了？你别怪他。小宗，知道你不差我这一句，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。李然，自己保重点身体，我要赶火车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也保重。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都到那儿了，模特没来，就改天了。哦，嗯，我来，我来。行，你还提醒我呢，出门的时候，结果还是把电话给忘带。对，我这电话放哪儿了呀？嘿，电话怎么关机了？嗨，我这脑袋想起来了，昨天我要充电，结果给忘了。哦，我给你做鱼吃。好。今天这鱼特别新鲜，炸着吃。都行。一切都挺好的，你不用惦记。孩子好吗？嗯，好，就是都等你呢。知道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
姑娘，喝水，自己倒，别客气啊。啊，我喝白水。啊，啊，好。哎，你看我这脑子怎么让你喝凉水啊？没事，我喝得惯。啊，嗨，我们山里人渴了就喝，饿了就吃，也不管冷热。你可千万别跟我们客气啊。真好喝，特别甜。嗯。姑娘，吃点啥？姨给你做去。你千万别麻烦您了，我吃什么都行。麻烦啥？哎呀，你自己看着弄去了，问人家，人家怎么说？真是的。好，你们忙吧。吴大叔。哎。这两天我给您和姨添了不少麻烦。哎。我明天还是走吧。其实。我挺想谢谢你们的，我这人不太会说话，但是来这儿我真的特别开心，特别喜欢这个地方。啊，闺女啊，我把你叫到家里来，就得问问你，你下一步打算咋办呢？我也没想好。还不知道呢。闺娘，那干脆留下来当老师吧。啊？反正我记得那个他也没来。啊？哦。嗯。啊！好好好好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李然，我们出一本个人摄影集，好吧？摄影集？啊，你的个人摄影集啊！你在西藏拍那么多照片，可以挑出来一部分啊，尤其是普兰的那些照片，咱们可以重点来做。每一张照片旁边。附上一首小诗，哎，你觉得好吗？我觉得没这个必要。我说现在这样的摄影机出的太多了。可你拍的是最好的呀。太麻烦了，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对于我来说。只要你答应了，就交给我来做嘛，你还可以忙你的呀。别想那么多了，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养好身体，其他的事少费些心吧，啊。好了，早点睡吧，嗯。嗯，听话。现在让乡亲们做点啥事儿也很困难，大家都不富裕啊。哦，到了，来吧。这就是咱们的教室，你住在这个阁楼上。这被我磨着有点薄，等到上钟之前我再给你做一床，咱们上去收拾收拾，跟我来吧。来，从这儿上来。来，慢点啊。怎么样，吓坏了吧？可以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就住这儿，
自己铺铺吧，啊。好。明天啊，叫人给你送个柜来，你这行李也好有个地方放。嗯。那行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啊，我家你也知道，有啥事你就去找我啊。嗯。啊，住在这儿了就是老师，大家都知道，没事儿。啊，小周老师啊，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哎，咱们学校这个店吧，是村上的人均摊的，所以晚上你早点睡，睡了就关灯，别费电啊。哎，村里实在是不富裕，就这么个情况，你多理解点啊。啊，那你收拾吧，我走了。哎，萌萌，颜亮爸爸总是买一些不对你尺寸的衣服，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调整自己能够适应你的变化。那个晚上不敢熄灯睡觉，总是缠着要到爸爸床上睡觉又被赶走的小丫头萌萌，你是离爸爸越来越远了。原谅爸爸没能好好的照顾，除了敦促你多喝水，爸爸没有别的心得了。亲爱的爸爸，我以前也不是没有离开过你，但你始终没有离开过我。现在我看着窗外，才知道是谁为我挡住了那黑。李然，以前学校会按时熄灯，而现在我自己也要熄灯。以前熄灯之后我会想你，现在你还会想我吗？
我把书的版权给你。好。下午我去你公司见面谈。现在你比我着急。喂，哎，怎么了？吵醒你了吧？有好消息。嗯，你说。你醒了吗？醒了，你说。我们公司过两天有个大型的活动，你和你的乐队商量一下，这回公司挺大方的。哦，我们没问题啊，就看你们公司能用我们吗？怎么不能用啊？这回公司的活动策划是我。这不是以权谋私吗？那怎么了？打电话给你就这事儿，具体时间我回头再通知你。嗯，你快睡吧啊。那挂了啊。小朱老师，吃啊，大口大口吃，到家了别客气啊。怎么样，小周老师，昨天晚上还习惯吧？嗯，挺好的。啊，好就好，好就好。你吃啊，我说给你听。是这样的，哎，小周老师，哎，毕竟你没有上过课，在村里啊，就我这么一个校长。咋说呢？哎，怎么的也得确定一下，所以我想听你一节课，讲得好啊那就最好，讲得不好咱们也知道个情况，你说好不好？嗯，好。哎，好就好，好就好。上我的双眼，无处安放的感觉，他们不需要看见我的泪，你也不在我身边，我想让你喜悦，却让你心痛难言，后悔没有用，遗憾只有痛，放手留下孤单，紧握住伤感，我看见伤害你的人是我，怎么你视而不见我心痛，来世今晚的你我不再寂寞，不再这样难过，有天你会找到新的爱情，如果我看见他伤了你心，流泪的会是我的心。
你心痛难言，后悔没有用，遗憾只有痛，放手留下孤单，紧握住伤感。我看见伤害你的人是我，怎么你视而不见我心痛，也许来世今晚的你我不再寂寞，不再这样难过，有天你会找到新的爱情，如果我看见他伤了你心，流泪的会是我的心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心啊。青春流逝在这青春中间，是我们无处安放的感觉，在你留意到他之前。